因为他们打球的地方都是快的，有年纪。周梦婷，恭喜。要抽筋的感觉还是痛？突然抽一下，闪到一下，拉一下。视线长度不够，这球不能太怪我们，我们就是摸放下去而已，然后自己冲太快。是啊。是有速度强大，不是啊，不是平常走位就没有很到那个，没有观念不是很，那就是体能好嘞，很会跑嘞，对啊，看到球就可以冲得到这样子，用速度来弥补，可是遇到这种会停顿再出手的这些的话，你们就很吃亏。我也没有停顿出手好不好，就上去摸一下而已。地月啊这些都会啊，停顿一下再出拍的你就。跟他们打，我都克制自己了，好不好？要不然突然在空中不跑来跑去，扎个死。啊！落地了吧？落地了啦！太残忍了啦！三九岁了。
钝的人，他是到这边的时候，就是感觉上他只是摸到球，觉得球出来速度钝。对，他已经在很前面了，已经选小菜了。对啊，对。就那打球，他不知道什么手臂带手腕出去，他就对啊，他就平衡了，嗯，就是，他就要出拍这样的，往后一点点就对啊，就加速出去了。厉害，好，一男的来冲板超来，这方面去拉力，你看，管他不是，他先热身啊，第一场不要太拼啊。我要送你多久没加？你现在跟他赖有空吗？来，等一下再帮回头帮我加他一次。哦，但是他哦，他。对，有，我刚才有跟他讲了，他说好，他说等一下再加。习惯性的，突然上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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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刚好配那个黄小姐打虎装的，我们是打没错，打今天我一般是今天五在星期去那个星期五比赛，哦哦，他下雨了，他以后都会来。他很冲，哎，高师之力啊！没有女的打很冲，对啊，但是他问题是他打好不是在打混装，他打男装一样，女装打法，对啊，就是平行一般打法。他认真啊，他不会带那个啊。这到底？他那个模型，跟很多教练，他要怎样？他们说，他要怎样？他怎么样啊？就是不爱死。他跟那个游泳把是一对一的。先预约你会不打，嗯，哎，教练要不要打？你只要不约，目前他会一直这样拉手。不会啊，我找目前啊，好啊。刚才就是说他怎么从港高来的，怎么开车过来的？他有开车来啊，他有驾照，他不知道，不知道开车还坐捷运。刚才说你说坐捷运，我坐什么捷运？我会来，会比较久。我们拿约来做，做他们全体转去。快快快，进！哇！嗯，对啊。他今天叫铁打。对。我觉得他有点像那个什么，上次来个海岸的人，跟你去比赛的人，一种意味，现场上班那个。我上次前几天的场嘛，后来那个小弟又自己要跑下一把。就叫下去，不见了。程度不一样嘛。哎，人家人不接不打，人家好多你的摊呢。有夹子以后，哎，那个你再去上。不是他现在打还没问我，而且自己跑下去，然后准备要 play， 我就问他说你要缴钱了，然后他就又下去了。我就跟他说你要缴钱，我也不让你打。他没话。他不是有时候有考虑要去比赛。明天我会来啊，明天我会来。我下去比赛，下礼拜。下去比赛。不在心了。不在心了。然后下礼拜以后就会过来。哦。怎么样？他打球嘛，你看他才会打，没有夹子他怎么打？没有。不要这样子。没有打球要先算。明天打球要算。督军啊！比赛，我帮你闭上啊！没闭上，没倒，谁倒？没倒。是下午啊？你这次就没倒了。你们是早上是不是？我是打早上是不是？早上。一七
神采嘛。哎呀，神采，文彦嘛是啊。对啊，拉过去的他，给港仔就死了。哎，文彦很奇怪。港仔上次从头输到尾，六场都输。他女儿说，六一场你再输就这样的。就他还是输，他说我说你怎么回家呢？我说我女儿骗他说赢了，最后一场赢了，给他回去。其他说，他说文彦，我说哦，那你现在可以赢冠军以上，因为他混双碰到男双要让五分就好打。他们说要这样子，我就赛，说碰到男双那个就要让五分。我上次跟阿诺打，哎，让五分很难打，打那个原住民是超轻松。那个都自己做裙子的。